五谷推动农改场用三部方式务求提出效果以后，推动染政府两年新规格，转按核准开放关山级造地收割。两下是进入几千公顷的田区申请而收，香港扶贫的改路上向，也就农民用稳固平价地租申请而转按来收。 唔过推动染政府系用廿五系最每计收台嘅地租，起切嘅。市场建过台桥先关山滩，佢哋都系几千嘅拍嘢，拆上菜十万内，呢度房子有出边厂会开货嘅，同县政府转去核贴，关山镇几千公顷嘅田桥二手货价，县政分期分时摊，要讲中嘅营业做事业协助销，是个人加俾田桥，当只本府区嘅居民贵嘢。那个。 烧得烟都用到门，没办法工作，我说没办法，他限定那个时间啊，我一定要烧啊。希望说我们的所有的病虫害呢，可以在这一次的焚烧作业里面来去做完整的解决哈。现在一期户外割禾、两期户外施铁，时间一段将有两三十礼拜，刚终于将户外付唔出面，看到附近的关山的田桥做了小户外，要上菜老老也向工作反映，用户外要换股票做名义，一申请转按来小户外，唔过同县政府建议。 股票还有这个两种防治方式，故说唔限，都也讲中年的申请。而我们路也是不完全是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们原则上它就是这一期就是暂时就是先，就是不同意农民这样烧了，对啊，第二期再看看这样。这个紧急防止传染病扩散哈，必须要是哈燃烧是最后的一个手段，如果有其他的这一个防治的方式哈，我们还是希望说先采用其他的方式。 为了监测广中县小火干，农粮署的二零一八年公告，广中县治安部分部单位查到小火干累计两百，农粮署专门署听应验空气的公料，一下因为病虫害，关山镇建议连续两年转按开放了小火干，一本副区内乡镇改革约的，像阿次款啊，全国中的理由，阿来小火干，下个新闻请面同头。